陕西美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吃的是陕西的羊角馆，辣汁肉、西红柿炒蛋、肉夹馍。这个有点像面块儿。这个卤蛋好入味啊，这面条太宽了，但是真的很好吃。完蛋了，补一个开头，从这里补吧。白天刷不到，晚上躲不了。今天我们吃的是陕西美食，好，接着吃。我很喜欢吃它的豆芽，很脆。里面还有土豆、木耳，这个粑粑好脆啊。我吃肉夹馍喜欢吃那种肥一点的。然后它那个油脂会浸到里面那个面饼里面，就吃起来特别爽。这个冰峰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喝的有个饮料叫健力宝。这一盘是肉，这个是面，应该没有人这么吃过吧。哎呀，缺一碗米饭呀。晚上拿空气炸锅热一下。下一期你们想看哪里的美食？我点一下。好，拜拜。